这个实验对设备的要求极高，团队花费了3年多的时间，我们自主设计，集成组装了一套实验装置，可以把它理解为一座2层楼高的一个显微镜，它的多项测量参数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。这是引力子这个概念呢，自20世纪30年代被提出以来，首次在实验中观察到它的投影，为研究量子引力相关的物理呢，开辟了新的视野。我们这个实验支持了量子引力在凝聚态里面的这种物理的实现，揭示了分数量子化效应的一种全新的几何解释。